日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这首歌叫其实歌没有还并没有。谢谢咱洋葱，谢谢啊，谢谢怀太君，还有大勇哥，海森哥。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的了人世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过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谢谢我们的勇哥，谢谢我们勇哥啊，谢谢新小哥，谢谢小宝贝，还有咱杨聪，还有顺哥，还有易香小哥，还有森哥，还有那个这个小哥，小哥特别谢啊，再感谢感谢感谢，还有飘荡小哥啊，感谢感谢，还有咱小周啊，谢谢小周，还有霍云甲呢，谢谢咱小周，谢谢韩哥，你刚才那个其实都没有。最近这几天没有那个，就是没有好好学几首啊新歌啥的啊，大家别介意啊，然后等就是过两天玩闹完的闹完的那个好好跟他玩玩的，然后再学学，要有时间我就哄哄那个逗逗小孩啊，他死烦我嘛。崽崽还好啊，然后这妹妹，干嘛？你说我呢？亲一口。他可烦我了，现在就是我爱就是猛的亲他一口啊啥的，他一见着我就直接就跑，就直接跑。然后姐就说你别让你慢慢那个，就是等他高兴的时候你让他亲你，然后他慢慢就不排斥你了，要不然他就膈应你。我说哦，知道 PK 找谁好友啊，还是那个乱斗啊，厉害了，可厉害了呢，过来当兵去，来过来，别掉下去，别掉下去啊！
我真是说什么呢？戴帽子过来。哎呦呦，又掉了。戴帽子过来，让几哥哥姐姐们看看，看看你好看不？你要跟咪咪一样美就好了。这咪咪要漂亮，然后哥哥姐姐就喜欢你了。哎，医生看了吗？拿东西不是，这儿没有啥了，这儿没有啥了，就两个口红嘛。来，妹妹，妹妹，哟，哎。可好吃了，又换了一个。来。二选一，不一样了吧？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了吗？选这个，好吧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个容易打开，不牛了，这个，这个不行。啊，好，这给。给您姐了，谢谢我啊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主动亲我了，我天哪！再来一个，你过来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。跑得可快了。怎么样？我哄人有一套吧，哄小孩有一套吧。哎，小孩可喜欢我了。这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吗？招可多了，然后那个你还喜欢我啊？还哄？不是，哄大人就哄不好了。真要顺哥，我一哄大人一般就哄就走了。对，哄我有一套。我好哄。见着我，他见着我就怕我那个亲他，怕我亲他，哎，他可烦死了，哎呀，亲完之后还抹一下，还蹭一下，谢胜哥，感谢胜哥啊，这拿红人跳起来把戏，那胜哥，你要是拿东西给他，你不一定他来，知道吗？谢胜哥，大家都坐下摘任务，还有45呢，我问你来吧，应该是。谢咱一箱啊，谢一箱小哥，他天天可开心了，真的，这一天可开心了，比那个自己在直播的时候，天天都就觉得日子还过得可快呢，不像，然后有乐趣，天天有盼头啊，懂吗？就是，有盼头，就是，有的时候就有点，就是以前他们没来的时候嘛，哎呀，就是我就是三天，这叫三天什么来着？我姐老说我三天热乎劲儿吧，但是我说不是，就这俩孩子，我觉得一辈子都得这么好，也不是这玩意儿，也不是外人。咱自己的，对吧？你想问，不是我说话不就这样吗？对吧？大家没做摘任务的还有43个人呢。我想陪他玩去了。我想陪他玩去了，他没睡呢，就姐他还有那个他们俩等着我下播呢，下播完他们吃点东西，然后就睡了。就睡了，躲你都来不及。什么躲我呀？他是那个着急让我下直播，我陪他玩儿。就溜达下面吧。你这么现实了，喜新厌旧啊！就是现在已经看我还有我的歌什么听我的歌已经厌烦了呗，想换个新的面孔呗。这就是体现了人喜新厌旧的本色。
对吧？咱们都这么长时间老朋友了，怎么也得有点感情吧？有点感情吗？这样都伤我的心，我还指着那个跟大家一起变老呢，对吧？完了，说什么呢？这叫，好嘞，开玩笑吗？你看你明天相亲啊，特别最近相亲的，精神的，对吧？那个好好置办一套衣服，然后那个去真的男，就不管是男人女人都去化化妆，真的去修个容啊什么的，你不管什么对吧？没有十全十美，这样啊，真的他也有的地方有的五官啥的，对不对？哪要修一修？所以大家相亲去吧，肯定，咱这直播间那个相亲呢，一般都成的几率85%，对吧？然后相亲完了之后，基本上成了之后就不来了，那不能不来啊，吴奇小哥，你要相亲成了，你还说要开个国王呢，对不对？自然还好一些，因为现在吧，就是所有的人都那个看那些照片啊。还有什么网上啊，平时咱们刷手机啊，那些看的照片啊和视频都是经过美颜的了。但是大家发现，如果见本人的话，要不收拾啊，不化妆什么的，觉得哎呀好奇怪，就不觉得不自然。哎，怎么那么不自然呢？你这好好化化妆，那个什么用遮眼呐、啊，这个那个的哈，是不是吧？就用一点，觉得哎这样还好啊，挺自然。欢迎谷歌。对吧？森，你上那边微整，那你不用微整，就是化妆现在有那个，化妆有那个什么修容的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完了，打起来了，什么又什么什么的侧影了，什么什么的，对吧？换贵贱不要，那西装不认识，现在吓死你们。卸妆，对啊，那不卸妆呗？有个修容棒，对，要修容棒、高光啊，对这些东西的，反正都挺好的。欢迎谷歌啊，欢迎谷歌！大家把那个直播通知啊，都勾上，然后没有做摘任务的，还有34个人呢，啊，34个。做个摘任务来，我就发红包。你看他们那么开心，我都着急了。发红包，做个摘任务啊！蓝蓝的水果花，枝黄淡如小花，本脆弱，颠沛流离的变化，不斗转已释然。谢谢着急了，都打起来了，着急了，快抢完没？抢完了，你看看大姐，那你怎么样？6块钱你抢到没？对，比刚才那个发的大多了，对吧？我想着，好像咱家。那这时候人比较多，不管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，那就多发一点吧。6块呢，60个人呢，一票。没想到你明天继续，明天继续。我看看明天，因为你看，要什么说来？过几天还得过个4天5天，还得4天5天呢。
我现在跟你姐，你姐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你看，就像那个，比如说明中午11点直播的话，你看1点下，然后还得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，慢慢就陪姐又逛不了街了啥的，明天就看看吧，哦，然后就大家就看上来看看中午直不直播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大家别跳离，别跳离，别生气。嗯，那饺子，哎呀，那个酸菜的，我吃这两天吃的酸菜包子呢，哎呀。高兴坏了，嗯，酸菜的包子，于老师笑，嗯，还有那个，我姐那个甄家姐给我寄的，那个粘豆包不是那个牛轧糕，嗯，馅儿放可多了，吃了好几天了，嗯。对，大家自己加一下，加一下那什么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哥啊！没啥事儿，那个过来做做治安任务啊！啊，虽然我不在，就是那个不在直播的时间，大家都可以那个就是过来扔个我的号就挂那个一麦，然后你扔个1毛钱的礼物都行了啊！啊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跟他们玩去了，能吃饱饭了啊！对，啊，然后盛哥呀、陈金哥、咱家四哥、龙少、泽哥呀，还有杀手、麻药、咱家洋葱啊，大家都辛苦了啊！还吃了哦，那个吃了还没吃了，嗯，你要微信那个高要微信吗？叫啥来着？忘了这叫什么？那个谁师傅给打一下啊、哦，然后大家加一下那个咱家甄家姐跟海哥的这个是微信啊、哦，小饼干呢，还有那油炸糕，冻的油炸糕，哦，好吃的很，好吃的很，好小面呀、啊、什么的。哦，大家都加一下微信13909834836啊，大家都加一下。哦，嗯，没狠，魅力恨，对，魅力恨。啊，那啊，对，那4836宝，就那个高调微信啊。然后，哎呀，把那欧哥那个茶叶咋的？茶叶那个咋不挂了呢？换头像先给对方截图啊，换头像啊，那3000宝对。然后海哥那个海哥吃货厨工房加微信13909834836啊，13909834836，自己家人啊，都加一下，5块钱买，5块钱也包邮，你看吧，真的假的？以前我怎么见过？